好，翻嚟今日喺呢個4月29號嚇，咁啊嗱嗱聲做完節目咧，我真係要唞足精神啦，因為真係好攰啊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咁啊聽日咧我好緊張啊，聽日我哋真係你喝住我，一定要8點做完個節目。好，點解呢？因為我要睇9:07，咁其實都有時間嘅，喺有得食。唉，咁8點半都得，夠時間嘅。咁我想食少少嘢，咁我話8點其實都起碼8:23字㗎啦，即係做到。咁你食少少嘢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買咗呢個九龍城寨之圍城，其實我琴日已經有機會睇㗎啦。即係有人知道我咁咩嘅時候就，我話唔使，俾個咩到撐場，跟住自己俾錢睇㗎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就一陣我都會講少少嘅。咁當然我未睇，我梗係唔係講套戲拍成點啦？套戲拍成或者我覺得話，屌我期望過高。入到去反而覺得哪有嘢都唔明 ，OK。